其实母女，这个呢可爱，很适合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这个绑起来，这个其实它是弹性的，对，哦，所以它是箍在婴儿的，没有，它是可以绑马尾，如果女儿头发再长一点，可以绑，或你要绑丸子头都可以，而且它是可以否婴儿是不会痛的，然后它不会咬头发，它这个是笑脸，这个是恐龙，哦，好可爱，这个我应该喜欢。再来，我会建议你可以买大一点点的，比如说小花朵，对，你可以买大一点点，因为你带那一个小蝴蝶结会觉得你欺负它太小了，所以你可以买大一点点。如果你想要再跟你女儿更 close 一点，哎呦，这是小孩大人都可以带的哦，有美人鱼啊，对，很可爱，它很各式各样，大概有40-50种吧，我只有挑两个来介绍而已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会建议的是小孩子帮他挑发夹，不要挑这里面有这个齿的哦，哪里有个齿的，有这个牙的地方有个齿，千万不要，太利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最好是挑这种一字夹的，对，弹性的，因为有齿的小朋友容易受伤，对对对。那比如说像发箍类的话，哇，好可爱哦。比如说你想要帮女儿戴一个米老鼠的发箍，但是你妈妈你不可能戴一个像这样这么可爱吧，对吧？因为这个都小孩的，对，好，那你就可以是比如说啊，女儿是戴这个米老鼠好了，那你就可以戴跟她，你是魔鬼，你就可以这样搭，就是你可以这样搭，没有，就是类似的感觉，可是其实它是同一组的概念。